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金泽明宝宝今天要上街玩啦，很高兴是吧？嗯？跟爷爷奶奶还有姑姑都打招呼。你说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再见。拜拜。怎么又发傻了？啊？嗯，这样争取一点嘛，坐好了，好。我们要出去玩了哦，出去玩喽。